这是今天的收获。在鱼馆有鱼，看看，一只小河豚夹住一条乌鱼，这里又发现一条鱼，已经不新鲜了，坏掉了。蛤蜊都露头出来，蛤蜊是用钳的，花籽都长在石头跟沙子之间的缝隙，所以是这个是等一下我们在这边抓，把一些海花籽回去。花籽都长在沙子比较松软的地方，像这样子。这小河不要抓，靠近大石头就很大河。捡这个很过瘾。都蛮大个的，我都挑这么大个。很快就抓到了一大堆，看看，我已经抓这么多，挖出来还在喷水，都跟大拇指一样大。石头下面有好多小螃蟹，发出来给大家看我今天的收成。这些大个的海瓜子，还有花蛤。
这是今天的收获。